《论语声训》第三册第306页。若时光倒流，一切从头，定不复堂上。生活点滴能反省，流露敬意怀胸膛。为人子之本分，定不越矩，爱心洋洋。世间人手里莫温，切以至诚化猖狂。忤逆连友为道，嗔惜非心天良己丧。天理难容，报应不爽，欺父母累糟糠。恶业不止，时至时身辛苦，晚景凄凉。凡夫难体一代，致父老受辱恶名彰。途经心明可作，忽顿悟父母恩时难量。往昔所造诸恶业，皆因贪嗔痴爱长。节训中训，不可一时怠忽，致使父母受苦怜。有为人子礼，成婚定性，流露敬爱，诚心非矣。